我男朋友从新疆给我带的核桃。哦，挺好的。多多，你吃的那是什么呀？芝麻糊包核桃仁呀。多多，我用真核桃跟你换。谁还不是真核桃了？我这可是整颗的核桃仁，外面还裹满了芝麻。多多，你就给我吃一口呗。不给。哎呀，就一口。都说了不给。